人间的佛陀赤着一双脚行走在恒河的两岸，这一走就是49年。他带领着我们学习解脱的方法，指引我们暗夜里的光明大道。佛陀未出家之前名叫悉达多，是释迦族的太子。他刚诞生不久就被相师预言，长大后将是统一全天下的转轮圣王，作为释迦族未来的希望。悉达多在王宫的生活极其从容闲乐，悠悠柔软，但是为了求得自由解脱的大道，救度众生超过生死的大海，悉达多骑着白马离开了王宫，来到雪山下的森林修行。6年的星辰风雨，悉达多历尽了种种苦行，最终了悟要依循中道修行。修行就像弹琴，要不松不紧，弦太紧则断，太松则弹不出声音。纵欲享乐或极端苦行，都是一种执着，安于中道才能达到身心的解脱。悉达多端坐在菩提树下修行，独自面对重重来袭的烦恼魔君。大地可以为我作证，此刻悉达多的内心没有一丝毫的散乱，达到清净无染的境地，他自觉开悟成佛。奇哉奇哉，众生皆有如来佛性，只因尘劳而不得见。我没有骄傲的心，我不是名闻的奴隶，更不是一切利养的使役。我是为了留步正法，救济沉溺在苦海中的众生而来的。大王，您是国王，应该爱民如您的爱子一样，不要压制人民。生命是平等的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尊贵。无论贫富贵贱，每个人的内心都能散发光明。佛陀，请放开我，我很脏。尼提，人不可以看清自己，我们不因出生而尊贵，而是因行为而尊贵。你清除人们家里的污秽，我清除人们内心的不净。尼提，你和我是一样的，起来吧。罗侯罗，这盆里的水可以喝吗？啊，不可以。你就像这水一样，本来是清净的，可是你常常撒谎，就像清净的水有着垢秽，谁也不会珍惜你。
阿那律，你看不见，我来帮你缝吧。我不曾想过弟子是我的，众生是我的，我只不过是僧团的一份子。皇上下禀微臣。什么要坐在这棵枯树下被太阳曝晒？请到树荫下去吧。青竹的树荫比世间任何的树荫都来得清凉。大王，你感受不到吗？自我证得正觉以来，以八正道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教化众生。我说法度众，不曾觉得辛苦。佛陀降生在王宫，青年时出家，历经苦行，在菩提树下成道。80岁的这一天，在梭罗双树间涅槃。我要度的众生皆已度尽，还未度的众生皆已中了得度的因缘。你们要以戒为师，随顺我的教法修学，就是佛陀永远在人间。